请坐。哎，大家好。我是担任这一节课的日文老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那个秘书长的日文秘书。我是从日本回来的。我在日本住大概是26年左右。我想这一次在台湾是住最久的。很高兴认识大家，谢谢。请问大家有没有对那个日文比较强的有没有？从日本留学回来还是怎么样？还是自己学的？我高中是念观光科系，是有教日文。哦。那阿姨，为我大家会念吗？不太会哦。那我们一起念一下好不好？因为日文这个东西文法有的都比较复杂，要念比较会，好不好？啊啊一一乌诶哦卡基库 K 库沙西斯塞索他基兹德多那尼努内诺哈希夫嘿吼马咪姆美莫亚尤哟拉里鲁勒洛哇哦嗯再一次好啊一五诶哦卡奇库K, ko, sa, si, si, se, so, ta, ji, zi, de, do, na, ni, nu, ne, no, a, hi, fu, he, ho, ma, mi, mu, me, mo,呀呦哟啦哩噜哩噜哇哦嗯来哥哥啊嗯哦这是以前老字啦现在已经没有在用的啦啊，我比较没有时间，没有把它删除，不好意思。嗯，打叉就好。哎，这里是哈，就是我们现在站的地方啊，就是这里是哈，台湾政府啊，我们的干事长，哎，哥哥啊，哥哥啊，就是表示就是在这里哦，台湾 safe， 台湾 safe， 中央会馆，中央会馆呐，中央。就哦开港那我们的干事长就是秘书长我把他翻过来以前是应该是事务总长啦但是我有点发现到干事长比较大私たちの幹事長は
他给巴拉西，神社。武林就是他的日本姓啊，就是林秘书长的日本姓武林，叫他给巴拉西。他给巴拉西，看几久？看几久？看几久？私たちの幹事長は竹林先生。早饭、午饭、晚饭哈，朝ごはん、朝ごはん、昼ごはん、昼ごはん、晩ごはん、晩ごはん。四根对哈，嗨，嗨。不不是一耶一耶，也可以讲不要，一耶。请问您贵姓？お名前は？お名前は？違います。不对，違います。違います。そうですか？我了解了，也可以类似说，是这样子吗？そうですか？そうですか？はい。違います。そうですか？总是时常写信哈，来いつも。時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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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時々哦，你也可以在讲说很紧张啊，在约会的时候哦，对不对？代表说看到男朋友来，哇，很紧张；看到女朋友来，很紧张，这样。トキトキ，然后テガミ，テガミ，信的意思，手指啊，信的意思啊。クルマ车，クルマ，クルマ，クルマ。生活，生活，料理，料理。飲み物、飲み物、来往上拉一下。時間、時間、時間、音楽。音楽、歌、歌、歌舞伎、歌舞伎，这歌舞伎啊，你们有没有去？有没有去日本看过歌舞伎的？没有啊？有，在哪里？我是在那个 Okinawa 那个歌，我所说的歌舞伎是那一种，他们穿和服。是很厚，然后化很浓的妆，不是不是不是红的，在京都跟银座最多，怎么拉这么高啊？太上面了啦，来下来一点，嗨嗨嗨，時間、音楽、歌、歌舞伎、上。上、下、右、左、長、外、春、夏、秋、冬。他们吼有一个习惯，就是春天到了会去看樱花。桜。夏天吼会去海边冲浪或是钓鱼，叫海。秋天会去看红叶，摩米吉，摩米吉。然后冬天就是会下雪嘛，雪。有没有那个萨库拉的相片呢？有没有人去日本看过萨库拉？有，都去哪里看？哦，这是我家附近的那个萨库拉啦。那另外一张有没有？这个时候是还没有说它很开啦，是地震完之后了，
大概地震完的一个礼拜左右吧。来，下一张有没有？换别的嘛，换别的。啊，春天吼，在北海道那个熊啊，就会跑出来。真的，这是真的。人家冬天可能睡太久了，啊，找东西吃，然后他就会跑出来。啊，你们下次去北海道，这个应该这个时候就会跑出来了啦，已经在外面拉拉手啊，来。啊，这是我们夏天哈，一定会去拜拜的。啊，这个是在原住籍拍的，原住籍神社。啊，这就是我老板，之前我在日本的时候，我老板。那是日本的神社，来换下一张。啊，这是夏天的夜景，你们可以看到齁，没有什么垃圾。这是国道一号，就是我家正对面，那是国道一号。我想特别强调，因为你们觉得这个好像跟我们台湾不太一样啊，比较干净。没有车，那凌晨嘛。来换一张。对啊，对啊，就是这样。啊，是我们夏天齁，就是到那个热海去看的那个烟火。阿达米，有没有去日本看过烟火的？有，去哪里？哦，洞爷湖哦，也不错齁。可是我下次建议你去热海看。齁，那个30分钟让你会傻掉，很漂亮。来下一张。再下一张啦。啊，这个就是刚刚那个接上来，它在喷起来的样子。啊，还有没有别的？啊，这是迪士尼西呀、啊。迪士尼西。来换一张。啊，这个就是 KOYO 啊，摩米吉的另外一种 KOYO 黄叶。啊，你看它入秋快冬天的时候哦，那叶子都全部掉得光光的，一片都没有。啊，这个可能再过两天吹一吹又不见了。来，啊，就是红叶、枫叶，这在京都拍的，很漂亮哦。这是真的哦，不是假的，不是我坐上去的。来换一张。啊，这是我那个家后面的夜景，就直接可以看到东京铁塔。来换一张。啊，我家的狗啊，因为车子要推出来齁，啊，没办法，就把它放在车上面了。啊，它吃雪，就下雪的时候。来换一张。它是在屏川下雪的时候。 OK， 来，我们回到那个哈鲁那兹阿基浮游阿达达盖阿达达盖十字系十字系阿麦阿麦卡赖卡赖卡赖齁，你也可以讲说哦，这一道菜有点咸。卡赖也可以说有点咸，也可以说辣的意思。尼盖尼盖 spy spy 欧一系欧一系麻子麻子。你如果说在前面再加一个 kia kima zi， 就是说啊，麻烦了。比如说出了什么事情啊？来，老板交代我做什么事情，我没有做好，起码自己呢，马自己也可以说麻烦的。亚沙西，亚沙西，姊妹带，姊妹带，姊妹带，阿自己，阿自己，三妹，三妹，哈嘞，哈嘞，库莫里，库莫里。阿美阿美，ギリギリ。
cos 线就是甲子园啊，你们知道甲子园吧？都知道齁，打棒球的 cos 线。Tokyo 迪士尼兰多，迪士尼兰多，这个就是齁它的外来语，它的外来语啊。有没有人去过那个现在新盖前那个最高的那个？听过没看过？有没有人去过？好玩吗？啊？哦，好，什么很顺的哦？就住在那边了、哦。哦，東京スカイツリー、スカイツリー。東京タワー、東京タワー。お台場、お台場。浅草、浅草。来换下一页。日本国、日本国。アメリカ、アメリカ。靖国神社、靖国神社、靖国神社。现在的那个天皇的名字叫アキヒト、アキヒト。天皇陛下、天皇陛下。漫才、漫才、漫才。下関条約。他们还有另外一个下关条约叫马关条约，叫八纲条約。嗯，下関条約。万国候補、万国候補。おととし、おととし、去年、去年、今年、今年、今年、来年、来年。那在去年九一一、等下三一一的时候，有人在日本吗？你在吗？没有回来啊？哦。我去年的时候，我在那个时候也在日本了。啊，想回来是不是没有办法回来？那个换一下那个东西，我证件。有没有？尖閣諸島，尖閣群島，尖閣諸島，尖閣諸島，魚釣島，関東地方，関東地方，東京，東京，茨城。茨城、栃木、栃木、群馬、群馬、埼玉、埼玉、千葉、千葉、神奈川、神奈川。綺麗、綺麗、賑やか、賑やか。有名、有名。親切。没有吗？暇、暇、便利、便利、素敵、素敵、とっても、素敵、とっても、暇、とっても、便利。这是很非常非常闲啊，非常便利啊。
非常 sticky， 就应该是可以说很 sticky， 要怎么说？很好啦。比如说，女朋友带男朋友去看，男朋友带女朋友去约会的时候，哈，看他的夜景啊，非常 sticky 这样子。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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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icky， 有没有？哈西，哈西 ，spoon，spoon，spoon， 哈萨米，哈萨米 ，knife，knife，fork，fork， 那刀叉啦，牛排的刀叉 ，ukitsuke。等一下哈，我是华侨，我是台湾，我是日本的华侨，华侨，我在日本是拿永住的，我不是日本，我没有拿日本护照。那这个是那个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给我的侨居身份。这是日本国法务大臣给我的永住哦，因为我爸爸是日本人嘛。来换那一张，是我吗？那我是住在东京都品川区西武饭店的啊，我的名字吴七明显。来换那一张，我在这里哈，想要跟大家讲一个小小的故事，有听过我上课的人吗？没有啊、哦。我相信那位先生也应该知道。其实哈、哦，我对311哈、哦，我其实可以马上换日本护照，但是我就是不想换，因为311过后的时候，很多人呐、啊，很多飞机，法国、美国、英国，大家都把飞机开到日本去撤侨。撤侨，我相信应该那位先生也知道，但是唯一就是这国家吗？不是吧？这个的老大叫马英九，阿告，他没有来撤，也没有来撤我跟我妈。那个时候哈、哦，有一个就是说，他每次要来要选举的时候，肯定会到。这个台北驻日经济文化代表处，我们叫亚东关系协会，我们都讲阿当。这个地方哦，我去那边好像是去自己的灶咖一样，因为很多阿姨都是从小看我看到大的，所以我要拿护照干什么都非常方便。那时候马英九连战，他们说要选总统的时候，都会到日本去，要求我妈妈帮他们拉票。但是呢，我就问他了，我说妈，啊没来测我们怎么办？我妈就问我说，啊你哪里的人？日本啊，啊你回台湾干嘛？对啊，我说那怎么办？我妈跟我讲，咱准备去的日本，去的日本的话，所以我觉得说马英九没有来撤侨啊，为什么呢？你们想知道为什么吗？他不是个国家吗？骗人的，因为我觉得说，如果说中华民国在世界上被认同的是一个国家的话，他应该来测我们，而不是说只有选举的时候才有我妈妈。哎、欸，阿莲，拜托，等下给我加票。我妈还傻到拿那个国旗吼、哦，在那个总统府前面摇，我有看到她那里摇。可是呢，当真的台湾出事情了，日本出事情了，他们没有来测我们。一台飞机都没有。我记得当天齁，大概因为我家住在就是国道一号旁边，我大概从下午我就看到很多日本人下班用走的，因为国道一号一直走下去，一直走下去，大概走个一个多小时可以走到横滨。我就看到那些人齁，慢慢的排队走，一直走，一直走，电车也不开了嘛，也没有这么多的计程车给你坐啊，他只能够用走的，又从涩谷、啊、慢慢的走，走回去，横滨的非常多。
当过了一个礼拜快两个礼拜之后，肚子饿了嘛，我去超市买，超市买不到东西，真的买不到东西，连一瓶水也没有。那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阿姐你要不要回来，可是我想说回去也没有用啊。但是在两三个礼拜，其实那个时候辐射已经到东京去了，已经飘到东京去了，可是我还是没办法走。那时候也可以买到机票了，但是比较贵，有的时候是订不到机位，走不开。但是我现在也没有事啊，也是站在这里啊。只是我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去换护照，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其实中华民国只是个屁，真的只是个屁。但是呢，很现实又回来一句话，我没有这一本东西我又离不开，回不了日本。那你们有没有觉得说我的立场我很可怜，我很讨厌这个东西，可是我没有它我又回不了日本，你觉得吗？嗯，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跟我自己讲，我是不是应该要去换个日本护照，因为我妈妈大家都已经换了，就只有我一个没有换而已。那是因为换日本护照一定要回来台湾拿良民证，然后呢在警察局盖个章，再把它交给日本的法务大臣，然后他要你再待在本土半年，他随时随地都会叫你去报告，问你在做什么干嘛。就等于说你要换日本护照的话，你要必须要花半年的时间待在日本。但我这一次回来台湾是最久的，以前都是回来三天五天我就跑掉了，马上回去，我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可是我也不知道说这一次为什么会待这么久，可能是秘书长影响到我，他影响到我。其实我来中央的时候，我对这些理论我都不懂，我不懂法律，我也不懂政治，我只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我在日本是做厨师的，一个做，我是做怀石，对，所以我觉得说，我现在还在一直学，一直学这个政治上的东西啊，但是让我越学，我帮秘书长翻译，越翻越多的时候，我就了解到什么叫做中华民国。很多人问说，你怎么敢把这个东西拿出来？我想告诉大家，其实这个东西没什么用，真的没有什么用。来，回到上一页，受付部屋部屋階段エレベーターエスカレーター売り場タバコスーパー駅地下鉄山手線。这个三手线吼，在东京都里面最那个的。你如果住东京的话，三手线一定会常常用到的。它里面有品川、大崎、五反田、美国的，还我今天只是写一半而已。那下一半的话，如果说大家上高级班的时候，我再教好不好？品川、大崎、五反田、目黒，像我们刚才那个亚东关系协会就在目黒，就是在日代表协会啊，就在目黒的白金台啊，走路大概五六分钟吧。目黒，恵比寿，渋谷，原宿，代々木，新宿，新大久保，
新哦 ，kubo kubo ku ku kubo 新哦 kubo， 这个新大酒堡哈，现在都很多韩国人的街，都是韩国人呐、啊。我记得在我哈大概十二三岁的时候，新大酒堡讲台语就可以买到东西了，真的。新大酒堡之前大概二十年前都是台湾人呢、啊，全部根本就是台湾人的天下。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几年被韩国人干掉了，啊？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不喜欢韩国，因为我觉得他们每个都整形啊。你会发现他们每个长得都是不一样，什么卡啦。我在想说，我也是有韩国朋友，我在想你们为什么都拿同样一张照片去整形啊？你会觉得他们长得都很像哈？塔加达的爸爸，塔加达的爸爸，塔加达的爸爸，梅吉罗，梅吉罗，伊克布克罗，伊克布克罗，哎，往上拉好不好？大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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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スカモ，スカモ，駒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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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タバッタ，タバッタ，品川，大崎，五反田。目黒、恵比寿、渋谷、渋谷、原宿、原宿、代々木、代々木、新宿、新宿、新大久保、新大久保、新大久保、高田のバーバー。高田的爸爸，你这个不要念，只念爸爸，就是老太婆的意思。这个爸爸这样，这是阿伯啊，你说？爸爸，爸爸，梅吉罗，梅吉罗，伊格布克罗，伊格布克罗，大塚，大塚，斯卡莫，斯卡莫，コマゴメ。駒込、田畑、田畑、船、船、自転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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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幹線、新幹線。来下一张。往上了。日本国，日本国，アメリカ，アメリカ，靖国神社，靖国神社。有没有人去过靖国神社的？没有啊。那你们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教大家讲靖国神社吗？因为这个靖国神社里面有放大概三万多个我们的烈士在里面，我家就住这附近啊。其实从品川哦骑那个重型机车去很快就到了。阿基多，阿基多，天诺黑嘎，天诺黑嘎，满载。漫才，漫才，下関，千代役，下関，下関，下関，千代役，
下関下関条約万国候補万国候補万国候補おととし去年今年来年再来年再来年再来年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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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尖閣諸島尖閣諸島魚釣り島魚釣り島魚釣り島関東地方関東地方来换上一张刚才那一张ここは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中央会館私たちの幹事長は幹事長幹事長は竹林先生私たちの幹事長は竹林先生朝ごはん昼ごはん晩ごはん朝ごはん昼ごはん晩ごはんはいいいえお名前はお名前は違います違いますそうですかそうですかいつもいつも時々時々手紙手紙車生活生活料理料理飲み物飲み物時間時間音楽音楽歌歌歌舞伎歌舞伎上下右左春夏秋冬冬桜桜海海もみじもみじ雪雪暖かい暖かい涼しい涼しい甘い甘い辛い辛い苦い苦い酸っぱい酸っぱい美味しいまずい優しい優しい冷たい冷たい暑い暑い寒い这个冷たい吼，你可以说这杯汤已经这碗汤已经冷掉了，也就是冷たい。那也可以说你很冷呢，不是说冷笑话那个冷呢，就是说突然间就这样子，这不是身体降温了，冷たい要怎么说？就是好像有点，哎，有点这样子，嘿啦，凄凉啦。好像说女朋友跟男朋友说你最近对我很姊妹带呢不太爱理我这样子姊妹带姊妹带哈嘞
晴れ、曇り、曇り、雨、雨、甲子園、甲子園、東京、スカイツリー、東京、スカイツリー、浅草、浅草、お台場、お台場、東京タワー、東京タワー、左、左、右、右、桜、桜、海、海、もみじ、もみじ、雪、雪、暖かい、暖かい、涼しい、涼しい、甘い、甘い、辛い、辛い、優しい、優しい、冷たい、冷たい、暑い、暑い、寒い、寒い、甲子園、晴れ、甲子園、晴れ、曇り、曇り、雨、雨、霧、霧、来换刚才那一张。ここは、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朝ごはん、朝ごはん、昼ごはん、昼、昼ごはん、晩ごはん、晩ごはん、違います、違います、そうですか、そうですか、車、車、生活、生活、音楽、音楽、歌、歌、時間、時間、歌舞伎、歌舞伎、音楽、歌舞伎、朝ごはん、昼ごはん、晩ごはん、朝ごはん、昼ごはん、晩ごはん。放一条歌给大家听好不好？那个，那如果要歌词的话，哦，跟我说，我再 call 给你们，好不好？那个内容要弄出来啊！
好听吗？这首歌吼，它那个要怎么唱的？这个都有帮，就是说片假名就可以念出来。如果要这首歌的歌词的话，下课跟我说好不好？来，总理不要开玩笑，来换到那页去。ここは。台湾政府中央会館、私たちの幹事長は竹林先生。朝ごはん、昼ごはん、昼ごはん、晩ごはん、はい、いいえ、お名前は、这个はい也可以说是啦。那我像我小的时候哈，我爸爸要是跟我讲什么，我是嗨两声以上哈，他一巴掌就过来了，就好像说，在哪呢？はい、違います。そうですか。いつも、時々、手紙、車、生活、料理、飲み物、時間、音楽、歌、歌舞伎、上、下、右、左、中、外、
中、外、春、夏、秋、冬、桜、海、海、もみじ、もみじ、雪、雪、暖かい、暖かい、涼しい、涼しい、甘い、甘い、辛い、辛い、苦い、苦い、酸っぱい、酸っぱい、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まずい、まずい。哎，拉一下好不好？優しい、冷たい、冷たい、暑い、暑い、寒い、寒い、晴れ、晴れ、曇り、曇り、雨、雨、ギリ、ギリ、甲子園、甲子園、東京、ディズニーランド、ディズニーランド、東京、スカイツリー、東京、スカイツリー、東京、タワー、東京タワー、東京タワー、お台場、お台場、浅草、浅草、来欢迎张。日本国、日本国、アメリカ、アメリカ、靖国神社、靖国神社、秋人、秋人、秋人、人、秋人、天皇陛下、天皇陛下、漫才、漫才、漫才、下関条約、下関条約、万国、万国候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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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おととし、おととし、去年、去年、今年、今年、来年、来年、再来年、再来年、毎年、毎年、尖閣諸島、尖閣諸島、魚釣島、魚釣島、関東地方、関東地方、関東地方、東京、茨城、茨城、栃木、栃木、群馬、群馬、埼玉、埼玉、千葉、千葉、神奈川、神奈川、神奈川、きれい、きれい、にぎやか、にぎやか、有名、有名、親切、親切、暇、暇、便利、便利、素敵、とっても、素敵、とっても、暇、日本国、日本国、天皇陛下、天皇陛下、谢谢。啊，要那个东西的再跟我说，好不好？你要几个人要？
那我印我放在下面好不好？好，谢谢。安大家起立。各位，哈克休困十分钟。